前不久，微博上这样一则视讯引起了很多父母的关注，网友也直呼爸爸带娃，真的感觉娃就像是随手可抓的玩具。这不，1月19日，美国俄亥俄州下了大雪，因为这位美国爸爸没有提前盖上车衣，车上有许多积雪，妻子便让这位爸爸把车顶的雪打扫干净。于是这位美国爸爸带着孩子去清理积雪，到了车旁边才发现没有带抹布。这位爸爸打起了孩子的主意，他一把将孩子举起来放在车顶，把孩子当抹布一样擦拭，孩子不但没有哭，反而开心地叫喊起来。网友们对此也议论纷纷。网友书画时光读书会，孩子他妈妈晕倒在雪地里了吧？网友洋洋洋洋耶。如果在中国，孩子的姥姥奶奶正提着刀赶来，网友一秒不错过。同样情况下，如果妈妈能抱动这么大的孩子，你们以为他们不会那么做吗？网友英巴莎，真是亲爹啊！如果生孩子不是为了玩将毫无意义。网友美好 MM， 孩子欢乐，因为一家人在做游戏，把车当成大玩具，雪当成游戏目标清除物，孩子当抹布，爸爸当推手，妈妈陪伴拍下父子游戏视讯，放开心态，生活变得有趣欢乐。在网络上，爸爸带孩子闹出来的笑话一直层出不穷。在爸爸眼里，孩子不是孩子，反而像宠物。有人说妈妈是孙悟空，孩子是唐僧，孩子一有事便会想到妈妈。所谓的父爱如山，便是父亲跟山一样，永远呆呆地站在那里，可望不可及。其实这些都是谬论。美国秘鲁大学研究显示，由男性带大的孩子智商高，他们在学校里的成绩更好，走向社会也更容易成功。爸爸虽然比较粗心，但是在孩子的成长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有父亲参与教育的孩子究竟有哪些优点呢？一，有足够的安全感。父亲是力量的代表，是强大的依靠，是年幼孩子心目中的英雄。父亲的关爱会让孩子觉得自己有一个足够坚强的后盾，产生安全感，做事就会自信很多，而不是畏手畏脚。二，在成长中更自律且自控。爸爸在陪伴孩子过程中，往往比妈妈更强调公平和责任，让孩子遵守规则，告诉他们言行得体和打破规则可能产生的后果。孩子在长大后面对世界诱惑的时候，具有更多的自控意识与自律行为。三，责任心会更强。男性在家庭里都是充当顶梁柱的角色，会承担起照顾父母养育妻子的责任，所以父亲参与教育的孩子从小便会受到言传身教，培养出责任感。在步入社会后，这种责任感会让孩子受益终身。总之，父亲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可能不如女性心细，还会闹出各种笑话，但是父亲的教育与陪伴对孩子是不可或缺的。各位宝妈以及婆婆切勿因为不放心而降低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父亲的参与度。